尊敬的宗教朋友们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灵性超越了距离的阻隔，紧密地把我们连接在一起。世界宗教大会是我们凝聚与连接的时刻。时局越是艰困混乱，我们越要坚持信念，加强合作与交流，让枯竭的心灵得到滋润而改变一切。今天的地球面临各种的迫在眉睫的危机，新冠肺炎肆虐全世界，许多人面临和挚爱分离的一种痛苦，气候变迁引发生态与环境的浩劫，保护地球的行动已刻不容缓，战争与冲突造成无辜者的伤亡与流离失所，整个世界因此惶恐不安。现在让我们虔诚的祈祷，宗教家扮演众神的使者，引领人类找到灵性的源头，回归生态最初的光明与纯净。让我们虔诚的祈祷，科学家成为时代的先知，提供完善的方法来珍惜地球，复原地球固有的生态能量。让我们虔诚的祈祷，祈愿人类迈向灵性的觉醒，生态和谐，以尊重的心连接众神与一切生命，回到我们共同的灵性根源，让所有的生命相依相存，互济共生，打造一个爱与和平的世界。从此刻起，更要付诸行动，包容多元，相依共存，重建地球与人类身心灵的完整连结，让我们的心回家，让一切重回正轨。祝福大会成功平安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